Hold on. Hold on. Hey, 大家好，我是池子。哎呀，我们这节目第三季了呀，很不容易啊。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请嘉宾很难啊，因为所有人时间得碰到一块儿才能请录一期节目嘛，对吧？其实总的需要好的运气才能敲到好的嘉宾啊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把好运气请来了啊。但是好运气的不是好嘉宾啊，但是今天有好嘉宾啊，李克勤大哥真的很厉害啊，很值得尊敬。刚才李克勤大哥上场的时候啊，一回头鞠躬，我都想跪下，我真的。哎，太吓人了。李克勤大哥年轻的时候呢，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谭咏麟啊，很喜欢，特别崇拜谭咏麟大哥啊。据说第一次见谭咏麟的时候是在一个健身房，我说咔见到之后很紧张，很慌张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啊，谭咏麟骑车他就骑车，谭咏麟跑步他就跑步，谭咏麟洗澡他就洗澡。谭咏麟说：“这位先生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我很崇拜你，我很喜欢你的歌啊，你喜欢我的歌可以，你去隔壁洗澡可不可以？台上还有一位音乐人金承志老师啊，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呢看过张老师一些其他的节目啊，很讨厌张老师，但是大家仔细看他现在的发型，他的衣着，我觉得你是有点崇拜张老师。对吧，你那样跟张老师一模一样的啊，你我觉得金老师你得做出一些改变了，你要再不改变你以后就是他那样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健身。那就危险了啊。你知道这个面相啊腿不好啊，小心。大家其实别看他现在啊那个金承志老师道貌岸然的啊，其实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很正义的小伙子，很正义。有一次看自己的同学啊被十几个人围殴啊，拿着根棍子就冲上去了，他进去之后棍子就被夺走了，被打的呀，当时他就下定决心，我以后不要被人用棍子指指点点，我要用棍子指别人。果然当了指挥家啊，这么厉害。当到了指挥家，指挥家有一个小棍子知道吧，在那衣服里塞着，哎，拿出来那种小棍子啊。有一次啊他这演出之前指挥棒找不着了，满家找呀就是找不着，这时候他突然看到餐桌上有一包挂面，偷了一根就走了，效果还不错啊，就不能使劲甩怕断了。你当时就不能拿一包吗？对不对？甩断一根再掏一根啊。啊，今天我们和好朋友姜思达也来了啊。姜思达呢他跟李诞关系特别好啊，俩人不知道是谁学的谁啊，天天说要暴露自己，在微博上要暴露自己，上节目要暴露自己。我觉得你啊有时候就是太暴露了让人难受，但是今天就还好，今天很好啊。之前呢我说他穿的衣服像 QQ 秀啊，大家看今天就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这 Q 币没钱了还是怎么回事？这对吧，你从奇葩说出来你红钻都充不起了。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接下来啊撒腻啊，撒腻他其实呢是泰国人嘛啊，但是中文很好啊，但是我特地呢学了几句泰语来跟你打招呼啊，你听一下，学的不太好。就是撒尼很开心你来到吐槽大会，你开不开心呢？刚学的，刚学的不是学的很好啊。我觉得撒尼这英文名字很奇怪啊，对吧？你要不你就叫撒尼啊，阳光的意思，多好，对吧？非得叫撒尼。你知道这个输入法有个智能纠错功能，我打这个撒尼他就问你找的是不是撒尼，我不是，我就找撒尼。撒尼你一个人能撒尼？你看奇怪，那是河南名字啊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每次吐槽大会呢都会请一些主咖，在一些领域都有些建树啊，有是搞音乐的啊，有是搞电影的，今天这位是搞水产的啊，锦鲤杨超越啊，锦鲤。我觉得你们呀也不要天天怪杨超越唱的不好啊跳的不好啊，他是条锦鲤啊，对不对？他是条鱼啊，鱼的记忆只有7秒啊，肯定跳不好啊，对不对？他学舞蹈的时候就学不好。老师说咱们这小节啊有8个动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后那位就问老师第一个是什么来的。老师就给他讲嘛啊，第一个动作啊是这样这样，记住了吗？哦，老师后边7个是什么来的。然后给他讲嘛，后边7个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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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你是谁来的？
当然杨超越来了呢，我们很开心很开心啊，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啊，很喜欢他，有的人呢就找他合影啊，有的人找他握手，有的人给他上炷香什么的，真的很喜欢他。但是我觉得你们要想获得好运啊，对不对，他是锦鲤啊，你们得放生啊。我昨天就带他去河边去散步啊，我趁他不注意我就放生了给他，但是没想到一条锦鲤不会游泳，给他救上来，救上来他就问你推我干什么，我说我这不是想着放生求好运吗，是不是？你谁来的？一次啊，杨超越唱歌啊，走音什么的，我就去网络评论，我真的我去评论了啊，我说啊唱歌真不好听啊，他的粉丝就反击，疯狂反击，说你怎么不去喜欢韩红呢？当时我就崩溃了，我说对啊，我为什么不喜欢韩红呢？哎，我为什么不喜欢韩红呢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喜欢韩红啊。我今天就把话放着，韩红，我喜欢你。然后你唱歌真不好听，这下粉丝不会骂我了啊。大家都说啊，杨超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但是我觉得只要他自己努力嘛，努力他其实也不能怪他，毕竟是别人把他选上去的，对不对？他起码很真实啊，承认自己有时候唱不好还哭什么的啊，不像有些人在台上啊假唱啊假吹什么的，这都不好啊。我觉得你啊就坚持做自己，很真实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池子。这是杨超越亲自用过的东西啊，这个是他亲自做的啊，这个他也碰过，这都他摸过的东西啊。还有5分钟开麦呢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。喂，什么都要了？不是，我这好多一仓库的东西你都要了？行啊，行，好。哎，你们回去吧，卖完了。都等了这么久，怎么就卖完了呢？这，对啊，等了这么久了。谁呀、啊？到底谁这么缺德呀、啊？就是啊，哎呀，说太早，回去吧。他这样。